这就是那个，哦，这就是那个，走。蜜姐，蜜姐，你墙上有东西吗？有，墙上有东西。有不祥的预感哦，有不祥的预感哦。哦。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下面真的有，是不是？下面真的有。怎么办？啊！真的是不祥的预感。啊！要等了，咱们看还不知道。要等了，咱们看还不知道。哎，对，让他们俩搞。好了，下面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要解密。那谁叫啊你？那刚才出的什么声音啊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今天早上我那个女更衣室的那个 T 星人的图案吗？有什么东西吗？喂，那有个纸条，龙哥念一下，龙哥。哪儿啊？那纸条里这儿发现的，这里发现的，但是只开了一个，其中。哦，你看他这办公室，柜子背面墙是办公区的墙，说要打开这个。现在都打开之后，然后说那边有员工修理师傅一块儿修理。都打开啊？打开看。没东西、啊，没事儿、啊。我刚才就被吓了一跳。